我现在去食堂的路上，因为刚刚姐姐让我找照片耽误了我，本来我是准时开的。哎，哦，天呐，腿好痛。声音怎么了吗？这个光线有点搞笑。嗨，晚上好。红色背带裤，对啊，我穿的是上次我穿过的件。晚上好，我的刘海好奇怪哦，是因为我没有洗头吗？吃了吗？没吃，我还没吃呢。直播完吃吧，我现在是处于那种肚子很饿，但是不想吃饭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是肚子饿，但又不想吃饭。电卡充上了，谢谢大家。昨晚有梦到富婆吗？没有，昨晚都没有做梦。食堂有什么吃的我没有去看，因为我不打算吃食堂，我准备等一下出去吃。谢谢，我从来不戴美瞳了，戴美瞳反而我眼睛会变丑。谢谢，又 solo 海底捞吗？不要吧，过于惨了。我现在戴食堂，谢谢。今天画质贼溜的意思是什么？今天画质好还是不好？谢谢礼物，谢谢。好吗？哇，那我要抓紧这个画质好的机会，多吃一会儿。虽然我还没有吃饭。19号公演在吗？我们19号有公演吗？原来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投票，谢谢大家送礼物。哦，19号、20号都有，原来这样。有我爱的小飞，我主要是想把 One Life 跳了，因为下一场公演再不跳的话，那总选钱都没有机会跳舞了，想要跳一次 OL，上次都没有跳到。谢谢 DO。这光线显得我头发好黄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。听说现在可以换票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操作是怎么操作的。哼，我现在居然头发这么黄，这个光线显得我头发真的像染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染黄色。其实我直播也没有特别想说的事情。就是无聊，就想直播。今天化了妆，我也不知道聊什么。谢谢，我在食堂，对，我在食堂。
我没有吃饭，还因为我现在不想吃饭。谢谢，昨晚约了吃水的，没有，昨天没有再约了吃水。画质有点糊，刚刚还说画质是1080p，现在就很糊了吗？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独占空荡的食堂，哼，哎呀，这个支架真的，有没有手机支架呀？呱呱，寻找呱呱。谢谢，谢谢。等我去找个能支撑我手机重量的东西。找到了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还要找一个。我知道，为什么我的刘海总是它就会自己就是待在中间呢？哇，我眉毛都没有了，天呐，我的眉毛去哪了？它为什么就不可以，它就不可以分开一点？谢谢，谢谢塞纳河的什么？没有看到。谢谢，我的眉毛呢？不知道，我的眉毛呢？不要这样吧！唉，好烦啊。有胡子。我没有去脱唇毛，忘了，不然我办了那个会员。我头发是很多啊，谢谢。不行，我好想去画一下眉毛，我现在有强迫症。谢谢，谢谢 Lemon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谢谢的声音都沙哑了。今天我没有眉毛了，好奇怪啊！我今天可能是眉毛画太浅了，所以就没有眉毛。谢谢。后期帮我 P，谁会有那么有耐心帮我直播 P 眉毛啊？谢谢。现在画眉毛，我现在没有眉笔啊，现在怎么画？直播画。红豆汤，好官方？你是说我好官方吗？云影吗？今天涂的比较亮，谢谢塞纳河，是抹茶味儿的，谢谢。直接把眼睛一声 cut 掉，也什么魔鬼？谢谢大家，眼影甜，现在不只是人甜了，连眼影都是甜的了。谢谢，谢谢。
声控加颜控。你是我的声控加颜控吗？有验过。美颜超高，我哪里看很高美颜了？谢谢，谢谢星火呼明，谢谢。我来看一看我开了多少美颜，就开了比平时高的那么一点点，哪里叫高？我先把它关一点点。谢谢翁，谢谢，今天又是谢谢的一天。没区别，再关一点点。不要，心愿树是21号晚上我报名的，8点。对，要求好高啊，真的。今天拍摄愉快吗？还行，就是因为我今天太累了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嘉宾都非常的会聊，就是比我还会聊，就很轻松。总选来看我了，好呀，谢谢大熊，谢谢。是不是反被撩了？我没有被撩哎。心愿说带什么去吗？我会通知你们的，我会在房间里面发的。现在录完4期了。不止3期，你的嘉宾被暴露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大家怎么都会知道的。去上海会录吗？会吧，就想把平时录不到的成员录一遍。一个星期放2期吗？对，是说总选那一期就一个星期放2期。啊，不许问了这个话题，啊，真的是。停止这个话题，我不想聊了。我们之间就只有工作了吗？为什么老是在聊工作的事情？一会儿准备吃什么？我想出去吃。不厚啊，我穿的是背带裤。没有想好，其实没有想好去哪里吃，带我们一起吃东西。嗯，可是跟你们吃东西，我直播吃东西的话，我就会很偶像包袱，偶像包袱的话就不会好好吃饭了。这几天在阅览室看什么书？我在阅览室从来不看书，就是看电视。打算来上海期间什么？哥哥，你打算来上海期间？哎，为什么跳这么快？私人游吗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怕没有自己行动的时间。
现在享受豪华单间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房间是整我们整个酒楼最大的。迪士尼可以去玩玩，可以，就是去上海，我也没有去过迪士尼，反正。这个弹幕飞得比我的眼睛还快。想装修一下房间来的，就是想把想在房间只留一张床，把另一张床搬出去，然后就一个很大的空地，然后我就可以放沙发，然后可以放地毯，放桌子，还可以买一个投影仪在那个墙上，挺好的。看吧，这总选之后吧，就现在就不要开始装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要是现在把那些东西买好回来都有一层灰了，所以先总选完吧。谢谢抹茶，谢谢。其实我对床的要求不高，就是买个床垫就行了。其实，就是我一个人睡也睡不了多大的床，就买个软一点的床垫就好了。根据情况再看要不要养猫猫。我哪里明示了？你们不要带节奏，哪里明示了？话不能。每次我说什么我都是在明示，要不然就是在暗示。是不是累了？有一点吧。我真的觉得，哎呀，真的，我还记得第一次口袋更新的时候，这个直播那个美颜真的好丑。但为什么现在，我觉得真的是要时刻鞭策着我们的口袋四八，真的，他才能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什么。比如说现在，多吃。多直播招富婆，可是，说的也是啦。谢谢，谢谢声控，谢谢。富婆会看口袋直播吗？会啊。你粉丝是男饭多还是女饭多？其实现在已经差的不是很多了，以前是真的挺多女饭的。男饭很少的，现在的话我觉得也就差不多吧，还好，看缘分吧。男饭在剧场，真的呀，我认真的。就是我有几个剧场男饭都是一直从我出道就开始喜欢，我喜欢到现在的，他们现在也还在剧场看我公演。虽然他们平时就是我的男饭，就是在剧场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给我打 call 的，就是他们比较安静，就是像我那几个男饭嘛，就是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喜欢我的，就是他们现在在剧场看公演都非常的安静，我都觉得他们眼神里已经毫无激情了。就对我已经厌倦了。就是可能因为每一场公演他们基本上就是只要我在他们都会在，你看我出道了两三年了，他们基本上我的每一场公演他们都会在，然后你天天看着台上那个人跳舞都看腻了，每一次拆盘握手就是对，就是说他们现在兴趣是当黄牛。迪士尼去不去？看有没有时间啦，因为怕没有一个人单独行动的时间就
看如果有时间能去，能够跟陈源一起去吧。啥时候再跳扑通，安排我跳的时候就跳呗。赵佳蕊干嘛老是伸舌头，不知道，习惯吧。嗯，赵佳蕊的饭局和温泉别忘了，我不会忘的。你这刘海怎么了？我刘海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奇怪，它一直都没有正常过的习惯。口红要填没了。22号去上海。有点疲惫，你还好啦。对，我的刘海它只喜欢待在中间，它拥有一颗当 C 的心，就我的刘海它不喜欢待在两边，它不喜欢在左边或者右边，它就喜欢在中间，比我还有野心的刘海。真的，我连上公演我的刘海都没有正常过，就是它就很喜欢在中间，然后不想在两边。倔强的刘海，好有上进心的刘海。对呀，这真的有上进心。我又在暗示了，我又在暗示了，你那套白西装还会出镜不？嗯，看吧。22号几点的飞机？早上。好像9点多到上海吧。哎呦，你的刘海是我见过成员当中最有个性的，我也觉得。那个新综艺看完笑死，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到能够笑死的程度啊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丢丢无聊。没喷发胶，没有喷。我直播干嘛喷发胶？发胶喷多了对头发不好。这周也是周四嘛？对啊。你为啥直播老是把脸对这么近呢？因为我这样我才看得清楚你们的弹幕，不然的话我就。因为弹幕字太小了，不然我就看不清楚你在说啥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近视，说真实话，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近视，但是我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因为近视的不是很严重，我没有戴过眼镜，我从来都没有戴过眼镜，从小到大。为啥今天脸变尖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暗示一下嘉宾，请嘉宾大家都知道了，就不用暗示了。你去随便问一下，你知道了。下一期啊，下一期如果你是说18号那一期的话，那就是我只能给你们透露，就是她是一个女生，她名字是两个字的。然后他怎么形容呢？难道还有男的？倒也不是啦。哪个对的？还是把手机放下比较轻松。不告诉你。还有几天就可以看了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高的瘦的，你们好喜欢套话呀，我现在不想 给你们套话了。派出闹闹，对，派出闹闹。
一吗？什么一吗？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？哦，这种是一还是零？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能靠你的感觉，要靠你去。嗯，谢谢。啊哟，你们想多了，我说的是要靠接触，不要带坏小孩子。所以话是这样说没有错啊，靠时间。嗯，没有开车呀，那你们觉得我开车罢了。我没有蹲着直播的，我是这样子直播的。会有上海嘉宾吗？会吧，因为这次去上海也很难遇到一些成员嘛。你为啥这么懂？我懂什么了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懂什么了？谢谢。我只是比较诚实。对，明明是弹幕想多，开个 B 站号呗。B 站号拿来干嘛呀？没有，没有把鞋子踩凳子，我是把鞋脱了。这四个字为什么我还能，我到现在都还能看到这四个字。我觉得以后大家如果想看日常的话，我觉得直播也是可以的。为什么一定要拍 vlog 呢？ vlog 我还得去剪，剪 vlog 真的很麻烦，很浪费时间。嗨，而且吧，我觉得像 vlog 这种东西，就是。不真实，大家只会把想给你们看的一面拍出来。如果是直播的话，就比较有很多，对吧？谢谢，就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。啊，我直播我是挺经常直播的，现在。你就喜欢不真实的，你现在看我直播其实也不真实，因为我现实也不长直播里面这个样子。要考试了，可以求个祝福吗？祝你考试成功。就是长得没有这么的网红。要看真实的就去剧场，对，要看真实的就去剧场。为什么觉得卡卡？是吗？不过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对我说，你真人比跟那个直播里面看着不一样，然后好看。什么的，我觉得很正常的呀，因为直播里面本来就是会把人给变得没有那么好看，真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明星的话，一定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上镜好看，因为你会上很多镜啊，不每一个镜头都不一样的。现在有80斤了没？我今天又去称了，因为录节目的时候那个秤，我今天称的是39.9。在剧场看一眼真人，看一眼大屏，简直怀疑人生。39.9，不是30.9，30.9也太可怕了吧。
对，我没有涨，一点都没有涨。我觉得我在这个团是不可能会胖的，完全胖不起来。离镜头远一点啊，好好看看你。谢谢。一直真的超过九，我觉得就是不可能会长胖的，在这里面很难呢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的，我反正是我就算压力很大，暴饮暴食，我也长不胖。对，因为对压力，还有不按时睡觉，因为压力所以不按时睡觉，而且我从来不会按时吃饭，就在这里。我没有在房间，我在食堂呢。这两天睡得怎么样？其实从六月中开始，我就是基本上都是四点之后才睡的了。我就没有记得我哪天三点之前睡过觉，我睡不着。也有通宵啊，我没有坐在桌子上，我是把腿放在椅子上，我不是很自豪，我是没有办法，我是很无奈。我觉得，只要我在，只要就是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我不能过。我没有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我就不能好好睡觉。我现在就是很难吧，就有没有给自己想办法。我天天都在给自己想办法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白天睡几个小时，白天也不怎么睡，就是不喜欢睡觉。谢谢，谢谢。心理医生对我没有用，我自己的心理只能靠我自己去调节，没有办法。我不困呐，我现在就不困，我今天一天吃了啥？我今天一天喝了一点奶茶，因为录节目他给我们两杯奶茶喝，然后我就没有吃东西了。谢谢。我是自己不想睡，不是睡眠障碍，我是谢谢塞纳河是抹茶味的。我觉得可能总选完了会好一点吧。我觉得每一年的六七月份都是这样子的。谢谢，但是去年倒没有这么严重。谢谢 DO。也不是都关总选的事儿了，跟总选也没有什么，可能总选有65%的关系吧，其他的还是我自己的原因。这个裤子，对，就这个背带裤也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
从选发言有想过吗？我现在就开始想从选发言吗？那多不好意思，那怎么想？哈喽，嗨，前辈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总选结束，请个长假出去旅游吧。没有，我总选结束后之后，今年拍 MV 很赶，姐姐今天就让我交护照了，就是说今年拍 MV 会特别赶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出去玩的，你只能，如果去拍 MV 的话就当做旅游吧。嗯，好快，我看不到你说什么。圣诞是几月不知道呢，拍 MV 也算玩吧，可能吧。签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，反正他就是现在要交护照什么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快就要交护照了。谢谢。不是所有人都交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只有中报进了一定的名次的才会交吧。不会又是韩国吧？千万不要跟我提韩国，我不想去，我想去日本。我想去日本。谢谢谢谢牛仔裤，谢谢。希望下次可以自己花钱自己去日本玩，就去旅游。可能去日本工作也不会玩得很开心的，感觉是东南亚。闭嘴，不许乌鸦嘴，这个很重要的好吗？严肃。去印度，哎，你不要说，我真的挺想去印度的，其实，真的很奇怪，我就很喜欢去一些比较猎奇的国家。今年没有欧洲吧？哪有欧洲可以去？非洲拍什么主题的 MV 啊？非洲那种就是你为什么追我，因为我要急去藤江，那种类型的吧，可能有一个豹子在后面追。你没看过这个广告吗？急去藤江啊，我从小看这个广告觉得很搞笑。哦，我超想去埃及的，你别说，我小时候在电影频道看木乃伊，哇，我超想去埃及的，超想去，我想去埃及看木乃伊，真的，好像看金字塔，谁看了木乃伊不想去埃及呢？说真的，我很想去那种神秘的国家，想去冒险，密室都怕，那埃及也是一个。很有文化古韵的城市啊，那么想去。为什么害怕呢？有那么多人都在那里。哎呀，长春，去东北拍 MV， 也可。那我就可以把我快手上关注的美食博主推荐的店都去吃一遍了。想去吃把子肉，哎呀，太想吃肉了现在。
等一下我一定要去熏肉。北京欢迎你们，北京肯定随时都能去的。又到了全国欢迎我的时间，我现在就能感受到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好啦，我会有时间会一个个城市去玩的。今天小依依在哈尔滨结婚呢，就是那个结婚典礼前一天。算了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就是快手依姐拍拍其他老婆，他们今天在哈尔滨办那个活动，我去看了一下。你也知道，他还是有跟我，还是会有，对，我真的很喜欢看快手。最近快手网红活动太多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快手网红啊，他们结婚呢。就是一对嘛，都是网红嘛，他们结婚就一定要去推销那些淘宝的，就是帮那些电商带货。我都觉得好好的一场婚礼，就完全变成了那种推销的那种感觉中，没有意思。你也想结婚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想结婚了？请问高迪大美那个绝对是炒作。绝对是为了让别人去看他们结婚，他们怎么可能分手啊？有没有看过日本那个婚礼的旧广告？没有哎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聊快手了，现在直播间有一半的人他们都听不懂。谢谢。色号是什么？我给你看一下，134。推荐，每次我直播都有人问我色号。你为啥不玩抖音？我觉得我习惯吧，不喜欢抖音。我有让袁一希帮我代购啊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我代购。老年人才不玩快手好吗？玩快手都是中年人，还有我这样的小女孩。这个快手女孩，对，我就是快手女孩。你的英语书继续看吧，什么英语书啊？不要去别人房间 KYT，KYT 什么？哦，好讨厌我的刘海啊！干嘛一定要他就不能好好的吗？谢谢。谢谢牛仔裤。
你要抛弃我 C 位出道了，我的刘海，永远的 center， 一号位，二号位，三号位，啊不，一号位，三号位是，三号，一号位，二号位，三号位，四号位，思想合法。不甘寂寞的刘海，撩起来，不行，我撩起来就很没有眉毛了，没有眉毛，刘海有自己的想法，嗯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但是就是很，就是没有眉毛的嘛，没有眉毛没画好今天。因为你们说要我撩起来的，我才撩起来的。我应该把我眉毛加粗一点，我应该去纹个眉毛，讲道理。纹眉真的丑，真的吗？眼皮在反光，因为我今天涂得很亮啊。纹眼镜。好看的秘诀分享一下，什么好看的秘诀？我不会纹的，其实我之前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看到我们有成员去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害怕，我就不想去。纹眉不是永久的，纹眉它几个月就没了。大耳洞，因为我耳洞已经打了很多次了。不行，我要直到10点起码，不然我今天的妆真的没有发挥到它的价值。好的，我不会太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直播呀。哪有什么为什么呀？直到10000人，好难好难呢、啊！我现在哭，我马上就10000人了。吃饭重要，嗯，营业重要。谢谢，哭不出来，我也想哭。谢谢，口袋优秀员工，不知道今年的年终奖，我有没有，我会不会得到直播奖呢？大家给我作证啊！我最近真的直很多播的。一定要给我这个奖。今天才过了一半呢，也是哦。现在其他小偶像也经常直播。对，这个奖是看鸡腿数的。
可以吃饭，不用了，不用可以吃饭。我没有暗示，哼，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觉得我在暗示我的名声？哼，天哪！谢谢，谢谢，这样就显得我很那个啥嘛。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我虽然我没有那个意思哦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月份的话，其实礼物是挺好的，大家送给我，嗯，嗯，对吧？什么？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啊，我这个月又可以提现了。没有啦，也嗯，哇，嗯，矜持一点，谢谢，谢谢。突然开心，嗯，隐藏住我嘴角的笑容。对啊，我就是经常听到别人说我有酒窝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酒窝，我是梨窝，虽然很浅，但是你应该看得到。差别在哪？就是有窝呀，是可能现在你看不太清楚，但是是有的。梨窝是长在这里的，酒窝是长在这里的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把刘海撩起来就显得很有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跟有刘海不一样，如果有刘海要憨一点，没有刘海没有那么憨。谢谢，真的就是嘴角一颗痣，对。就是两种感觉嘛。所以今年总选在现场，我要有刘海还是没有刘海，就是一个问题，考虑一下，到时候再考虑一下。哼，哎，好难想哦，这种东西就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没有太成熟一点，确实是。你搞个投票，哎，可以，可以搞个投票，哎，等一下我就去搞个投票哈，大家给我投着，投起来。而且会换衣服吗？每个队都会换衣服吧。今天我看到兔子，它的头发都染回来了，估计是它那个头发就是太鲜艳了，然后就被要求染回来了。谢谢谢谢一棉。谢谢。
团魂那时候的造型就忘了。嗯，可以团魂那天我实在整个人太憔悴了。我现在看到我团魂的反图，觉得只能说一个惨。对啊，我都第四年总选了，我也想，我也真的觉得好不可思议啊。就是，我就每天啊，我就这段时间我在看以前的那个，以前的总选的视频，好傻一年，那好傻，拉票那个时候发现，拉票那个时候我发差了，但头发没有拉票的时候那么长了。没有，是说在现场的视频，就是哎呀，真的很傻。哇，谢谢，谢谢超人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突然又被电到了。总是时不时被电到一下。质检员，无法压抑的笑。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开心就会笑，难过就会哭的那种。但是难过也很少在大家面前哭，但我是那种脸上心情是什么样就藏不住的那一种，所以就很真情实感。像我这么真情实感的人，狮子都这样。嗯，好吧，我还没有吃完饭呢。还有电吗？卷卷有啊，卷卷有好，卷卷有好多电。你藏不住情欲的，你这句话有点怪怪的。情绪，所以说还要打字，这很奇怪。是他把字打错了，好吧。危险大言，太可怕了。差一个字就会真的会差很多。你可以集资谢罪。我很珍惜我直播间啊，好吗？我超珍惜的。我现在真的挺多电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谢谢。起码我看到那个标还有这么厚，我没有那个百分之几，还有这么厚，真的。我一会儿要出去吃饭，可能不吧，可能等一下就点外卖吧。还有电的啦，不用担心的啦。
上海的小龙虾好吃，我准备，我最近在广州都没有吃小龙虾了，因为我要忍住，我要忍住去上海吃。没有，刚才后面有阿姨过来，我就看了她一眼。没有，上海外卖的小龙虾好吃，对吧？而且量又很多，而且又便宜。我觉得广州的外卖就是吃腻了，我们中心附近的我都吃腻了。去上海就不要吃小龙虾，垃圾分类好难的。吃个小龙虾都要垃圾分类的吗？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，我觉得。小龙虾是什么垃圾？我觉得它是湿的。对，我猜对了。因为小龙虾有那种汁嘛，会有油啊什么的。猪吃吗？吃就是垃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猪吃就是垃圾是什么意思？好神奇啊！我真的，还可以这样子的？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猪可以吃的都叫是垃圾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好神奇啊，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。学到了学到了，感觉这次去上海会学到很多。去一趟上海压力很大。对啊，还要学这个。不是哦，你们好像在说绕口令，我已经晕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猪来猪去了，换一个 MC 吧。晕了，崩溃了。去上海要学会打领带，那我为什么非要打领带呢？我不可以不打领带吗？广州也快了，真的。对，我赵佳蕊说要送我领带来着，让他教我吧，反正他还要送我领带。对啊，他有超多领带的，我知道。请我吃饭，泡温泉，送领带，给、okay, 安排上了。赚了赚了，你们帮我记着，好呀，你们帮我记着。站着，我在坐着呀。直播到几点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直播到几点。温泉亏了，为什么温泉会亏啊？为什么温泉会亏呢？他是比我高太多了，他是比我高很多了。啊，我的刘海真的，又回到了那个尴尬的时期。
我觉得我不适合留刘海了已经。我166啊，他比我高。都是女孩子，转什么转呢？对啊，我没有什么给他好看的，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看的。你为什么要对他打问号？太奇怪了。哦，困了，嗯，清醒一点。睡觉，不行，我要吃了东西才睡。看了他们的运动会吗？还没有。我要吃了东西才睡。玩直播完再点外卖。万一到时吃，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吃呢？我可以直播完了再吃啊。我现在点，可是我没有想好吃什么。劝我关直播的再给我投票，知道吗？饿坏了怎么办？不会饿坏的。现在9:30，我还没有到10:00呢。嗨 ，Hello， 哎，哎，为什么突然卡住了吗？好啦，那就好。突然卡了，我没有换 WiFi 啊，可能大王又在 diss 我。今天还干啥了？今天就录了节目，其他也没有干什么。明天要去干嘛吗？没有想法。口袋被1:1吓到，口袋你为什么这么不惊吓？你不是这么不惊吓的人吗？都开始彩排总选舞蹈了吗？还没有。你们现在还在卡吗？哦，好吧，因为我看你们都不说话。是不是看我直播很困？今天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很困吧。
感觉眼睛好疲惫。对，有一点。感觉我困了。嗯。有一点吧。但是现在睡了，等一下晚上肯定又不会早睡。安岁巡演来成都吗？我倒是挺想去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去。现在不是晚上吗？9:30，这不算是晚上啊，还没有算是要睡觉的时候。有海外巡演吗？不知道，希望。我们现在这个水平还出不了海外吧？你们睡就去睡嘛，好不好？哥哥有去看翅膀吗？还没有来得及，没有看。嗯，啊，最近看什么剧？最近没有看剧，没有看电影，啥都没有看。今年你中泰神器即可以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我的压力不在于这个呀。我知道妹妹生病了。什么动作？可爱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超人，谢谢。有点开心的，涂口红给你们看。嗯，小孩子不能叹气啊，那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吧。然后口红被我舔掉了。嗯，涂淡一点，不能涂太红。好看吗？我也觉得好看。不可以丢了这个。谢谢大熊，谢谢。眼影哦，眼影用的很杂的，基本上没有固定用一个眼影盘的那种。谢谢，哎呦，谢谢迪欧，谢谢。今天眼线又画得很失败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画眼线了，真的好烦呢。我觉得我就算在这里待太再久，我也不会化妆。你不说你看不出来。好，你们还记得那个粉扑吗？这个就是我上次被吊到红豆汤的那个粉扑。你看，他还活着，被我洗了。又洗了一下，太红了，这次别掉了，不会掉的。就这样子看我妆都，看，
镜子里面我们装的掉。你知道我都要炸毛了。谢谢雷蒙，谢谢。狮子吗？这个吗？就让他在这吧，不赶他走。重点是全练了，我不是一直在全练直播吗？我哪里没有全练过？你这张好帅。刘海我是一。好帅。白也没有办法呀，这就是怎么办。谢谢谢谢，大家一直在夸我，不好意思。倔强的这根毛。我在食堂，我在食堂直播。眼神凶一点试试。我画了眉毛，只是它不明显，因为我是画了的。对，手机全是你的表情包，不要只有表情包。我从最近看到表情包我就怕，我上一个节目也有表情包。好，唉，太惨。怕有表情包，到时候就是一个表情包偶像。那我的人设更丰富了，加了一个表情包。没有，我还可以睡，我不可以睡，我还可以吃。表情包容易出村？不是吧？倒也不是这样子吧？10点还有20分钟，没关系。哦，我头发好炸哦，现在。他在看电视剧，没有谁的手机。摩托罗拉的声音，我爸也用过摩托罗拉。Hello， 我用过，我没有用过摩托罗拉，但是我用过小灵通。睡吧，不学。老人机有用过吗？没有吧。不要给我唱摇篮曲，我真的会睡着的。不要，我说要到10点的，我就一定要到10点。
等一下我还要吃饭呢，对啊。超级玛丽，我的那个毛呢？哎，我的毛去哪里了？我的那两根毛呢？他不倔强了，他不留在我身边，把你搓成一根。嗯，怎么变成两根了？你走开，就要你一根，好了吧？好直，你这是搓出来的。动手能力满分，我也觉得我好厉害。毛身不由己，被我搓出来的，没有办法。我的刘海真的好容易就分开了，我这么短的刘海居然想中分就中分，想有刘海就有刘海。黄发头发现在是这样子看是黄色的，但是它上镜也不是黄色的。刘白是御姐，就是我御的不明显，马上就要御姐了，我马上就要开启我的御姐道路。等我21岁生日一过，我就是一个御姐了，马上，还有一个月，人总是要成长的嘛。要从小孩子变成大人，声音太奶遇不起来。没有没有，你看不了解我，我现在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奶啊，我现在说话声音都很御姐。生日公演大概表演计划吗？生日公演我只定了一首歌，是我自己的 solo， 好 man。会在什么时候？说真的，其实我就是也不知道。卡了吗？唉，好烦呢。卡好了吗？好了。拍 PV 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用。我刚刚说啥？我刚刚说啥了？我都忘了我刚说啥了。我都忘了我刚刚说啥了。哎呀，我好烦这个刘海啊，气死我了！老为什么老要跑上来呢？哦，对，我定了一首我想要自己 solo 的歌曲。古装 PV， 你们是看到奶盖和就是奶盖那个证件，觉得古风很好看。嗯，生日公演什么时候？清楚还不知道。
古装啊，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刚好跳战剧，也可以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我生日那个时候战剧能不能跳呢？因为还不是说没到半年是不能，是不能跳公演的嘛。二十场之后，那我升公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到二十场也不知道呢，看吧。好的，我会好好想的，今年我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，然后准备一个，我准备一个没有遗憾的生日公演。就是八月肯定我觉得有点悬了，多准备几个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在于多，在于精。你准备再多，你表演的不好，那也是一样。要在于自己的，要有把握，嗯。虽然是无常。不难，你切切试呗。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外地粉丝吧，今年生日，嗯，因为都没有见过大家，大家都没有见过我，来看看我到底，嗯。想去悠唐巡演，看到北京粉丝就很想去悠唐巡演，因为上一次去悠唐巡演的经历特别的好，真的，谢谢，就很想去悠唐，真的想去。考出题记得呀，就。觉得在悠唐巡演粉丝非常热情，嘉兴路也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但是想去外面的剧场看一看。北京粉丝真的很热情，去悠唐看公演，嗯，重庆热情吗？重庆挺热情的。中泰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中泰，我的粉丝对我还是挺热情。对，到3D 粉丝欢迎我的时候。好哟。希望可以跟大家都各地粉丝都可以早一点见到。说不定去悠唐看，呸，说不定去悠唐跳 Fiona， 大家会喜欢上这套公演。龙湖我已经去过了呀，嗨。巡演官宣我也不知道，他一直都，嗯，堵麦没有过，没看够，安排吧，希望可以去。希望可以早点去。
四 D 粉丝哪里的多点，那现在肯定是中泰啊，因为就是在中泰跳公演比较多，如果本来就是中泰的成员，那肯定中泰的粉丝比较多。中泰粉丝有恃无恐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。都喜欢，不要套路我。啊！我怎么打到我的手，好痛。6分钟，哇哦！看一下我现在还有多少点？9。21号活动可以直播吗？我也不知道哦。哎呀，我男饭多还是女饭多？告诉你，我男饭女饭都很多。去悠唐吸几个北京富婆回来，安排。这样显得我好像只喜欢富婆一样。没有啦，我都很喜欢。好，是你们喜欢，是你们喜欢。好啦，祝大家都能在生活中遇到自己的富婆。好吧，还有5分钟，4分钟。是谁呢？还是饼干富婆？饼干富婆就是我。我说没有戴美瞳啦，我的美瞳是左金源天然款，买不到的。对啊，世界一，世界上只有这一副。吃什么不知道呢？哼，每次听你讲话几分钟就困，我说话是比较催眠。我说话真的很催眠吗？说真的，我想知道。没有吗？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吧。还好，那就还好。我摆个 pose， 好帅。我今天太累了，所以我说话很小声，所以就会有一点困。我自己听我自己说话都困了。不要说你们，我自己都被自己给催眠了。最近怎么老是被自己给帅到？我只要把刘海撩起来，我就会被自己给帅到。因为你说话很温柔。
温柔的不像四川，我们四川人都很温柔的。帅一个，帅一个，嗯，每个表情都很帅啊，不用去刻意摆什么。哇，就2分钟，好慢啊！我怎么刚看到58，现在还是58呢？Why？加油啦啦！拜拜。今天逼自己早点睡觉。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很想早点睡觉。等我再欣赏欣赏自己。还没有到10点，还没有到。现在在59。嗯，不行，我还要多加10分钟，那就10点10分吧。好没有，好没有，好容易反悔一女的。好的，我知道，晚安。好随意哦。网管再加10分钟，我还要续10分钟的费。在我口红被我舔完之前。那你不许说话，为什么我不许说话呀？玩了这么久了，再睡10分钟，不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聊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想开荤，还续费的，网管续费，你是不是又瘦了呀？可能会有也是有点瘦了吧，反正我现在体重。很难达到4开头，我希望我今天我去吃一顿之后会到4开头，反正今天去吃是39.9嘛，那吃完这一顿就40，这是我的众多生日愿望里面的一个，可以在生日公演的时候之前胖回来，起码胖1斤也好，这样想，1斤2斤也可以，就想胖一点。还有什么愿望？还有什么愿望？希望啊，不行，现在说了就不灵了。跳舞越来越好，这才不是一个值得去许愿的愿望。卡了吗？卡了吗？我明明还16%，哪里会卡？没有生气啊，我干嘛生气？如果现在再让我在直播间许一个愿望就的话，我会想许我的粉丝会很幸福。嗯，要许这样子的愿望才有意义。嗯，
那些愿望太小了。没有，我刚刚说是19%，不是9%。嗯，好的，我也是。哎呦，我的口红要不要舔完了？还是。有我的，我要努力变成富婆的，我要自己努力当。加油，加油！橘红色的月牙，刚看到橘红色，我想唱这首歌。突然正能量。好像那种，传销组织，加油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我们的目标的。我会的。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关直播？还有5分钟。嗯，那5分钟我们应该说什么呢？还有最后的5分钟。对对对，说爱你，唱一首歌啊！唱首歌还得可以，我还要去充个那个扫个码，好麻烦啊！唱个歌吧。清唱，清唱好难呐、谢谢，宝贝，宝贝天天在唱，太肉麻了，天天唱就太腻了。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，请把其实去掉。好吗？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整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，小鬼，不会唱，忘词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。睡的时候有个人陪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不会唱，还有3分钟，3分钟。起床闹铃呢？我记得3分钟你不许讲话啊，那我就只能看着屏幕不能讲话，那会很困，很都在睡着。嗨，我看到丹妮了，他刚回来。讲什么？起床闹钟？不是现在不能讲啊，现在跟你们讲怎么讲出来啊？对啊，丹妮在唱歌。丹妮她走了，她没有化妆。对啊，房间房，
现在讲就很羞耻啊。我说的是10:10。天啊，我现在发现我眼睛真的好闪，怎么这么闪？拜拜，真的拜喽。晚安，拜拜，下次聊。